DIY 冰块蜡烛。先将适量的透明琥珀蜡切小块，并加热溶解。倒出部分透明琥珀蜡，使用油性色液调色，再倒入已放好灯芯的模型中，用筷子固定灯芯，再随意撒上一些金葱。3到5分钟后，再倒入一层未调色的透明琥珀蜡，把多余的灯芯剪掉。大约静置10分钟，可以脱模咯。将蜡烛切成想要的大小，再随意切成不规则的形状，这样就完成咯。